以斯帖记第十章，亚哈随鲁王使陆地和众海岛的居民都向他进贡，他所行有全能的事迹，以及莫迪改被尊为大的详细经过，不是都写在马代和波斯王的史记上吗？犹大人莫迪改的地位仅次于亚哈随鲁王，在犹大人中被尊为大，得民众同胞的爱戴，他为自己的族人求福祉，向他们说平安的话。